干嘛？有，这是不是这个？应该不叫黄金吧？不是黄金啊。他们应该有个名字，是不是颜色不太一样？这种车是不是黄金啊？它还是算是黄金。你说那个是拉布拉多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有它的颜色。是雪达。这颜色比较深嘛，对，所以这个是黄金哦。它还是是黄金啊，就是它算已经咖啡了呢。对啊，它好深哦。对啊。我一直以为它会变淡，长大一点。没有多年。那这个是要给黄金的，他们是否有点太瘦弱？